疯狂台风摩羯，17级登陆海南，再登陆雷州半岛。9月7日上午10点来到北纬20.5度，东经107.8度，越南河内东方海域40公里，中心气压933百帕，每秒52公尺，风力16级，中心时速215公里，以时速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西移动。台风眼清晰可见。未来趋势：11号台风摩羯，受反 C 型环状副热带高压推挤，路径直逼越南东北沿岸，预计中午12点多登陆越南，风力13到15级，朝西北向越南河内前进。预测数据显示，该系统因陆地摩擦及对流减弱，风力持续减弱，从14级略减到12级，向越南北部移动，这也是登陆越南最强的台风，将造成严重风灾。欢迎点赞、评论、关注台湾无求千金。